只有雪茄大小的过滤器，不是香烟大小，怎么还可以更换滤棉哦？这边有一个舱门，打开里面就可以放滤棉。那水流产生器这边有一个螺旋桨马达，带动水流往上抽出，那水流就会经过这里，滤棉放在这里。盖子盖起来，就放入水族箱就是可以的。那电源呢，只需要接 0.8V， 使用降压模组，设计成这种单片的接口。这边再用夹子固定在鱼缸旁。非常的小巧，玻璃杯就可以使用，大肚鱼、幼鱼有鱼苗，非常好用。